有没有发现没菜？西安的烤肉哪来的菜？西安的烤肉没有菜，所以要多吃蒜。我们今天来到回民街，身后就是回民街的顶流麻红泡馍，据说来西安必吃的。然后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个他们家旁边的烤肉，够不够？人太多了呀！在哪里有号，老板？36号。36号前面叫到23号的美女，大概得等多久？半个小时。现在就刚刚7点吧，但是已经排到36号了，要等一个小时。要想吃，一定要来早一点。人家都吃上了。那举手，我也想要。他用这个大花瓶儿围了一圈，里面的人是有座的，外面的人是等座的。咱们很少在西安排队是吧？去成都、去重庆的时候老跟着人家排队呢，哪人多往哪钻。看看这一块二一串，香死了呀！西安夜市的灵魂，烤肉、烤鸡、烤腰子，咱们放这边，你们好拿。那怎么有2串，有3串？西安的烤肉就是这样子，小签子一传，你往这一坐，然后老板娘就拿着肉啊、鸡啊、腰子过来转，看你要不要，感觉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。等着发菜发饭，我还要腰子啊，腰子，腰子，听不见，没了是吧？等下一波吧，得抢，得拼自己嗓门大。小朋友看呆了。来这就不能优雅了，得有野性一些，不然抢不着吃的。Hello， 你几岁呀？6岁。你来吃烤肉吗？不吃烤肉，给你送一个好喝的。客气，谢谢。西安夜市烤肉江湖分两大派，一大派就是这种刷酱派，还有一大派就是原味烤肉派，不抓酱，各式各的味儿，看你们自己喜欢。它今儿倒肥是吧？一肥一瘦。要不要？可以。酸梅汤是吧？对，热的凉的。这多少钱呀？6块啊。这样的酸梅汤你能喝过吗？这好像是蒸熬出来的一样，尝一尝。啊，加醪糟了还是咋了？冰冰凉，甜甜的，但又不齁甜。你尝尝，快吃快吃，开始吧，把签子露出火星子。大家来西安啊，除了吃泡馍、除了吃龙虾馍两条之外，烤肉一定要吃。这个蒜，我就两肥，别的没毛病，香喷喷。啊，西安的这个烤肉主要就是烤牛羊肉，你来夜市就是吃这一把，烤肉烤就烤腰子，腰子不烤吗？一会儿看有凉，可能算了。先吃，吃完了个走千千，再去结账，看你能走多少千千，能吃多少钱。一般的烤串跟这地理位置不一样，有的地方卖1块钱一串，有的地方卖1块5一串，然后他们家这个是卖1块2一串。4个人只能吃4串，还会有啊。哦，我觉得这酸汤好好喝，我们俩去尝尝，真的好好喝，超级好吃。对，这个蒜好好吃。
十块钱。你给妈妈拍视频呢？我可能吃了一下小苹果了。欢迎来到大型开胃节目，小妹到了。不好装，这薄的地方焦焦的，像饼干；软的地方就像馍一样，是吧？软乎乎的。妈感觉哦，西安本地的，我爱吃沙酱，还是沙酱。沙酱，我都爱吃，不沙酱吃的肉香，原本的沙酱吃有调料的。可是馕真的好吃啊，好大一个吧？那切的应该有六块吧，七块，反正有馕，有几个串子。真香！我给弟弟也拿一张喝的。弟弟，你喝这个吗？我说弟弟，你喝这个吗？弟弟说谢谢阿姨。腰子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外面一层焦焦的，中间还带点血，嫩嫩的。这个时候就个蒜，把它那个菌给杀了，给它把那个味儿提了，绝！它的口感是特别特别嫩，像血豆腐那样子的，但是比血豆腐筋道很多 ，QQ 又腾腾。一百点，还没有这个吗？你看这个蒜。八块钱一串的烤鸡翅，它来啦！尝一尝，卤鸡翅。嗯，发甜，这种蜜汁好吃啊，这香辣带一点甜味，好像刷蜂蜜了一样。嗯，这肯定很多小朋友喜欢吃，鸡皮好焦焦的，里面汁水的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贝小贝再见，再见。这个季节刚刚好，不冷不热，绿色大，美宝宝。